来，我们现在请这两位同学来介绍。哎，这个刀子很奇怪哦，它没有尖尖的，这边是平的。这是什么刀？这个是直槽角刀。直槽角刀，对，直槽角刀在我们课本第几章有讲到啊？第四章。对，你们今天哈、哦、总算一窥角刀长什么样子哈、啊。那为什么它叫直槽角刀？你们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。直槽角刀就是呢，它是手工，直指柄的手工角刀。对的，其中一种，一种种类。哦，来，它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哈，角刀种类这边，它有分两种。分两种，是直柄的。直柄的，对，直柄手工角刀。手工角刀有直槽、螺旋槽、扩张、可调、锥度。机械角刀有分直槽角刀、螺旋槽角刀。哎呦，那这个看起来机械跟手工都有直槽角刀，我怎么知道它？你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手工的还是机械的？怎么看？怎么看呢？就是看它后面这个。哦，看后面这个东西。对啊。这个有。正方形呢？对啊，有正方形。有正方形块的，所以是手工还是机械？手工。手工的，对。它就是会搭配一个这种，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叫螺丝工扳手啊。它就是靠在这个对上面，然后比较准。手工的。对，小刀后面，对，比较准，没错，拿到这个东西你会有感觉。好，来继续介绍。然后我们要介绍它的，它的这一段叫做刀柄。刀柄，这叫刀柄。对对。继续。然后这一段是刀颈。刀颈，对，刀颈。然后这一段是刀身。刀身，对。它这个凹槽是那个锐槽，刃槽，凹槽刃槽，这看起来都是直直的。对，还有凹进去。然后这个凸出来是它的刀刃，刀刃凸起来是刀刃，凹进去的是刃槽，没错。它前面这个是它钻进去的那个进刀的一个锥度，我看一下。它的锥度。看起来是还好啊，它锥度没有说很明显，没有很明显。对，好，继续。那它的这个工具的作用呢，就是什么作用？角光。对，可以达到准确的光火。对，一般哈，我们都是先钻孔，然后再做二次加工，就可以利用这个角刀，可以把角出光火一点。对，比较准确的尺寸，而且表面会得到比较好的精度，也会有比较好的光滑度哈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？应该没。差不多是这样吗？对。OK， 手工角刀哈是比较慢的哈，那机械角刀哈，因为可以连续加工，啊，可以大量生产啊。好，大致是如此啊。我们看起来这两位同学啊，拿了一个手钳呢，一个尖尖的，一个平的，比较大只。好，请你跟我们大家介绍这两只有什么不一样。这只是钢丝钳。这一个钢丝钳。我看他是在看课本的第八页哈，钢丝钳，啊，又叫虎口钳、侧剪钳或克丝钳，我们大家有时候简称老虎钳呢，啊，材料是工具钢，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？没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其实很简单了、啊，这要使用上要注意什么事情？就是小心夹到
小心脚踏手，还有嘞，有没有看啊？我跟你讲，好事重点哦，很多人会把它拿做锤子来敲啊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不可以哦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钱是什么名字？是尖嘴钱。尖嘴钱。哦，你们，哦，尖，它又称尖头钱。又称尖头钱。那它跟刚才的老五钱有什么不一样？是不是每两个可以通用啊？不太是，因为什么情况用尖嘴钳？什么情况下用老虎钳？尖嘴钳比较适合用在狭窄处细小弓箭的夹齿。狭小细小弓箭啊，狭窄处的细小弓箭的夹齿，你看它尖嘴啊，看起来也知道啊。然后还可以弯曲软金属线。弯曲软金属。是，好，弯曲软金属，好的，还有呢？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介绍补充的？你拿到了尖嘴钳，拿到了老虎钳、虎口钳呢、啊？虎口钳，它这边可以怎么样？剪断，剪断铁丝、钢线。电线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比较粗的要用虎口钳来弄。你会发现哈、尖嘴钳哈、它后面也有，也是可以剪断钢丝，但是用比较小的。哎，尖嘴钳这里有洞哎、为什么？你们看到这边有洞？看得到吗？为什么会有洞？你们知道吗？夹东西，夹东西，夹东西要有洞，夹直线，啊？夹直线吗？这个可以去那个电线的皮呀、是吧？我其实有一个专有的东西叫拨线钳，不过它后面这个可以拨，看起来是 1.6 还是 1.8 的电线的外面的橡胶皮呀、这样知道哈、好，这种东西保养有时候要上油啊，润滑一下，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？有没有？没了。你们今天有运动体育课吗？没有。你怎么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？因为没什么睡觉。没什么，晚上都在做什么？因为昨天睡太久。昨天睡太久。昨天睡太久，然后晚上就没想睡觉。是啊，晚上不睡觉都在滑手机。滑手机啊。早点睡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谢谢这两位同学给我们介绍尖嘴钳跟老虎钳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是锉刀啊，有两种锉刀，一个有弯弧的。一面是平的，这两面都是平的。我们请这两位同学来介绍一下，来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个叫半圆锉、这个叫半圆锉，为什么它叫半圆锉啊？半圆形。这样看。半圆形。那这个嘞？这个叫平锉。很好。那。为什么它这个里没有木头的握柄呢、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拿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的锉刀柄拿掉了。OK， 好，请你继续介绍。有什么重点？有什么重点？没什么重点啊。平锉是，喂。做销工作最常用直锉刀，材料，材料，你要说材料，它的材料是什么做的？高碳钢，还是工具钢，还是合金钢？高碳钢，早期的哈是高碳钢嘛，现在都是工具钢或合金钢做的。
那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错面，你看有什么不一样，或者是有什么特殊？我讲过交叉、啊。交叉，哦，这边有交叉。对、啊。那交叉，两个都有交叉吗？对啊，这个也有、啊。这个也有交叉、啊。那这个名称怎么叫？是不是有的人？叫双切式。这个种交叉的，啊、就叫做双切齿。也有的锉刀叫做单切齿，你们两位拿到的都是双切齿啊？对啊。嗯哼。哦，哎，你看这边还有急切齿，这个是急切齿吗？不是啊。不是哦，你们眼睛看仔细看，不是急切齿呢。哦，嗯，是啊。哦，也不是曲切齿。那我问你啊。什么情况下要用半圆锉？什么情况下要用平锉？什么情况下？半圆面直切齿。半圆锉用在什么情况下？较大圆孔之锉孔及凹曲面之锉。对，锉削用在圆孔的扩孔或凹曲面的锉削。像你这个有凹曲面。像这个是有圆孔，就会用这种半圆锉。那像这个是平的，这种平锉，哦，平锉就是用平面的，它的断面是长方形，有没有？断面是长方形。呵，来介绍一下。怎么保养？怎么保养？你们有没有准备一下？使用方法，推错的方法。推错的方法，对，嗯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对，只这样讲嘛。错销姿势哈。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右手握锉刀柄，左手拿锉刀的前端，左手拿这边，右手拿锉刀柄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才是我要你学会的。老师这边好。哦，还有没有什么要知道的？哎，这个考试重点哦。也没有了。哦，像这个锉刀柄要怎么装回去？你现在因为没有锉刀柄，他就告诉你怎么装。哦，用惯性的方法把它装进去。哦，锉刀的方式：直锉法、斜锉法、推锉法。OK。对啊，这个东西才是我要你去看去学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好不容易拿到锉刀，哦，让你要知道它怎么用。OK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请这三位同学哈来介绍这一个东西。这个英文哈叫 Mini Vertical Milling Machine， 啊、哦，中文我看它这里有标法，有，这桌上型车。桌上型车洗转床，所以它是有三种功能：车床、洗床、转床。洗床、转床就看它用的是洗刀还是转头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同学来介绍。你要从哪边开始介绍这个机器？从这个车头到车尾拍。好，来车头车尾，车头是这边还是这边？车头在这边。车头在左手边，没有错。车头有哪些装置？有车头的主轴。主轴。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开关。开关，这里有开关。哦。还有这个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转速，转速，
对，准确。哎，转速、欸、没有错。啊，这个是床台，床台的床座。哎呦，你现在拿那个手轮，床台是这个，这个是可以控制它左右左右左右轮。啊，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尾座，尾座对尾座，它可以控制什么？可以控制接上。这什么东西？钻头，钻头，钻头。这个不叫钻头了，这个装顶芯的。哦，底芯哦，顶芯，对，装顶芯的。它是目前还没有装。这个是呢？这是什么？那个钻刀。钻刀？不是钻刀。富士刀做啊。对对对，耶耶耶。很有面呐，笑脸呢。那还有什么跟我们大家介绍？还有这个，这个洗钻床，钻台，洗钻床。床啊，它对了，对，可以了，它这个是洗钻双用，钻床头，钻床头 ，OK， 好，继续。它这是悬臂。这一部分是悬臂 ，make sense， 对。它这是床柱。床柱，直立的这个叫做床柱哈。啊，这是控制上下。来控制上下的哈。看起来是手动的，它是自动进刀。开关有加。好，这有一个开关。还有呢？是转速。它这你加。这控制转速，对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们绕回来看，你在控制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在移动这里。啊，你转一下，我看看哪边的移动。哦，对了，前后左右，没有前后而已。它会控制这个，直立的中柱哈，它会往左往右。OK， 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？你看这个是三爪的呢，三爪的。对。那这个地方这个洞是什么？要调那个的。调那个。这个三爪，这个可以调。对。你拿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韩多鲁。韩多鲁？不对吧？应该是韩多鲁。是不是啊？钻头扳手啊。扳手啊。钻头扳手啊，这个哈，还有什么你要介绍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刀片。爱当当，这个还是架抗的韩东路。对，这也是这个扳手，扳手啊，梯形扳手，它可以松松开这个三个爪。对，你来转转看，松紧松紧，转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它现在又。它现在这个是从逆时针，它就会打开；它顺时针，它就锁紧。对，亲自看到哈，亲自看到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刚才我讲富士钻刀啊，富士刀座，富士刀座。它这个哈可以放刚才的车刀，啊。放这个，锁这个车刀了。它这个六角扳手，对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也可以锁这个。再来是这个，这一根锁紧，它这里就不会转。啊，这里放松，放松，这里就可以转。你看啊，会旋转啊，就可以换刀。一直换刀。对对对，换刀，没有错。你们今天看到就比较有概念。你现在在转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控制它的富士刀座的左右横移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这个同学现在在转的是控制富士刀座的前后横移，也就是进刀方向嘛。很好。还有呢？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？要保养。保养那种保养，上油，要上油，要上油。对，你们这样今天看到，希望你要对这个有了解啊。以后我们介绍这个车床、钻床、洗床，你才比较有概念。这样 OK 啊 ？OK， 好。